他叫的声音很奇怪。现在11:15，信号不行啊，看不大清楚。你看再录，我的是红灯闪烁啊。是。好，走吧。你有看时间吗？有啊。那怎么不先放好？哇，来大蓝天呢！所以叫你先装好没？大蓝天刚下什么雨啊？完蛋了，完蛋了，要结冰了，要结冰了！怎么会啊？是吗？大蓝天哎！温度要0度才会结冰。哦，所以它会持续的化。那我们应该会持续滑的这种松松的雪，不是黏黏的雪。希望是。这叫湿热冰吗？可以啊，湿热冰反而也安全。不会被吓到，唯一缺点是平的地方要推比较远。哦，冲去门口，冲哦，冲得下去吗？希望可以。Go！ 哇，大蓝天，但是也都没有什么树冰，没有什么了吧？最起码温度类似，所以雪的感觉是差不多的。嗯，然后那就看你这一次要不要滑两次还是一次，随便都可以。好像11:00多了，我觉得就滑下来直接去那个缆车吧，比较保险。什么东西？等一下下来就去另外一个缆车吧，就直接去缆车。去另外一个，对，比较保险。因为我觉得应该11:10了吧。你刚不是才对时吗？我已经忘记我讲什么了。你才报过时间，你就忘了。对啊，我刚没在记啊。11:15还是？哦，那就没有别的选择。哦，我坐这里都比较顺，坐过去，坐过去。不要紧张，坐过去一点。我想被滴水，我一直被滴水，很烦呢。
意思，滴到我身上去。哎呀，不要理他们。那怪你的错啊。我没办法跟你换啊。对啊。我就想为什么我一直被滴水，还是上面。赶快赶快赶快！我们有上来，超美的。本来也要上来，我不想走到另外一个缆车去，一定要上来这一下。哦，手套真的难受，手套很湿。哎呀，好艳呢、欸！哦，漂亮哎、欸，环景环景，我来环景的。我擦个手一下，我手好湿哦。好、哦，环景应该很漂亮。远方的山很漂亮、欸。穿衣服。好，你去旁边，换我先。用我的好了。还你。去，走走，去旁边。我说好了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你先帮他，你先帮他拍。哒哒哒哒哒哒。耶，太阳太阳。
好啊，你自己看。好哦。很好啊。嗯，早上一直下雨，现在出太阳，有蓝天的四小屋。爱拍照的巨哦，只好无奈的一直拍照的猫。16张，帮我拍啊！我在拍啦，耶耶耶耶！我也要转转的，抬不起来，抬不起来，耶！好耶，好，好，录完了，对啊，拍照哦，好，来。那等下就出来，走开！你走开！我要吃，走开！等会。怎样？有蓝天哦。是随便拍都有蓝天好吗？还一点点，人像就没有。你等我一倍，一倍就有。我要一般拍照了。在广角，广角的天才超蓝、啊、我也要广角。好了，你先看。我要广角。但是人好黑哦。没关系啦，回去就可以动的。我要广角。你现在是带着镜子看，你回去看，你回去看，直接看就知道人很 OK 的。一二，不行，我没有办法抓到。一二三。哎呀，看上面，你要等人完全滑走吗？没差啦。好，一二三，好，一二三，帮我拍照，没有，拍照你在挺胸，挺胸。啊，等会，莫换你去。好了。其实蓝天，因为云又在这。你要广角就有蓝天了。好，广角，广角。你要什么动作？云一直跑过来，一二三，好，直的，直的，一二三，好了。我要确定一下，我要确定一下，你刚刚有没有拍到我的手指啊？你的手，自己的手指。广角搞不好，不过这次握的比较 OK， 因为我们都没有戴手套。哎、欸，我有办法用普通的拍照，都可以了。好，来，拍照，预备，一二三。一二三，没有脚哎，好，你要脚，等一下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三三在后面，好漂亮哦。一二三，好，人像人像，预备。嗯，好像拍不糊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轻点。哎呦，手放不下。好，你伸，你伸，你伸，这么短。好，好，看看可以吗？好了，可以。你没有人像，你要人像吗？哎、欸，要啊！快点啦！是你要来不及，我们没差。哇，太阳！好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哇，运动好快啊！对啊，一二三，好。谢谢你。那不又要传给你了？等会哦、喔，看一下。因为不然带你就要那个啦、啊。看一下啊、喔。哎、欸，先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你等，先不要给我，我已经。这一张，哎、欸，舅，啊，你怎么不见了？看一下，啊，看，哎，蓝天现在超大片，哦，我来帮他补照一下，帮他补，可以，可以，只有一张好啊，哇，飘开，飘开，飘开。金色，漂亮哦！好吗？
山很漂亮呢。猫弟有没有用你的相机拍啊？有拍，这样才会有不一样的。对啊，都拍了。很漂亮哦。哈，如果那个山头可以再露出来多一点点就更好了，因为它那边刚好有。而且我觉得面对了这一大片，不知道什么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就是不知道什么东西、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再拍一张、欸。下面那间屋子是东莞山顶吗？我不知道呢、欸。好像是啊。对的。你看那个岔路不是很像吗？对的。那是不是东莞山顶？不知道啊。是啦，就是那个屋子啊。啊好，然后。就这样啊。那，什么意思啊？手套很不舒服哦。嗯、我们回去换哈、哦。好，回去啊。停在一个很不平的地方。哇，漂亮啊！下去我觉得拍不到了，真的要这么高，不然我们下一阶看看。啊，你不觉得下一阶就没那么漂亮了吗？好像是，下面就更漂亮。也是蛮漂亮的啦，再把它拍一张。整个都刚刚超雾，然后现在全部都看得到了。等一下你在看什么？就这里的话，就是不会有这一大片的地方拍吧？要吗？我是说这样拍的话吗？对啊。你是说环景吗？不用环景啊。我也想要一张环景呢，你躲到我后面好不好？看有没有你。
最后给你蓝蓝的它。被栏杆挡住了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啊，这样有可能 air drop， 啊，不是这样有可能 drop 吗？冲就好，直直冲就好，不用刹车，直直冲就好。是吗？对啊，是啊。哦，那就我们那天滑那个路，你看树全部变绿的了。换板子吧。好，那刚那就要推，刚好滑下去差不多。那我们这待会去换手套吗？还是要赶快享受太阳天？重点是要滑哪里？都可以。就滑沙鹅山，我们还没滑过的雪道。我是很想去奥智赫。但是奥智赫可能会不会晒不到太？好，可以，那就去奥智赫吧。经过房间还是经过？
你说什么？我怎样过来？然后。你又没在看了？没在看哦。我滑的、啊。没在看。啊。那个会变慢，吓一跳，对不对？
小桥是不是？它应该好多小桥最简单了，我们也要去啊。哦，那就跟着啊。我要过去嘛，我要回去换手套嘛。不用紧张，好热哦！这边太阳烤的、啊，会之后都那么热吗？那我想把中层脱掉，有点小，啊，有点太热，可能一直都要烤太阳，花钱。我现在口罩应该也开了。我才觉得昨天买的贴纸不知道能不能贴，我想要换成。你昨天有买？有。你是逛商店买的还是？逛商店买的，我就想要贴啊。好天气，就这样。而且温度是两度三度，所以不会结冰。所以今天探险是可以的，因为不会危险。而且雪下过雨湿湿的，就是唯一你今天也感受到了，快到了，就是声音突然不大对劲的时候，松的，就我就刚刚顶住，就是我突然觉得那个声音就是减速的信号，我现在减速反而会吓到我。
开始冲吧。下半坡那里开始。哈？你看那棵树。收进去，不用收。那鞋子反正也得收进去，不过板子要花少的力气，不要在板子上外面。嗯，但是我想把它冰块清一清。没有，那边晒一晒就全都下来了。嗯，好热。好天气，好天气。好热，好天气，看到的风景完全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嗯。啊，那我可以传讯息了。你要传。而且他就要闲来无事搞个三小时，对不对？什么意思？你说他的车哦？就是悠闲的没事干。那我可以把照片送给他。嗯。那我送到群组，你不要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没有。有点好危险哦，这个是用夹的。我就说你要养成好一点的习惯。不会，我的习惯就是勾在两手同一手，然后用这个的。晒得暖暖的。既然这么绿的猴子也该给我出来了吧？猴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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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没有哎、欸。我觉得今天搞不好很高的几率会看到猴子。为什么？天气好啊。他们想出来一下。他们出来找食物，不要趁现在吗？而且他们应该没有天敌吧？而且天气好，他们就不要去温泉那里。真的？我说就晒一晒就很高兴了，为什么要去温泉那里？嗯。照片传超慢，真的是觉得这里有点奇怪。我就说这里的唯一缺点就是网络收信太差，网络信号跟连接到。我每次都是趁在坐缆车的时候滑手机。嗯，我都没有。你看这么多这么多的树。搞不好认真找，你就会看到一个东西在跑。
有吗？那你认真找一下，我发现左右搜寻啊。他们的毛皮算是短褲色吗？继续看下去。什么叫继续看下去？我在让他语音输入。我从来不用语音输入。这船第三站，那船要收起来了。13号。好，11:43。哦。怎样？脚还是麻麻的、啊。但这个袜子真的好穿。目前这个袜子最好穿。好、哦。嗯。刚刚缆车上帮他照的。14号。那你就维持着这个状态先滑出去。啊，不用啊，我到了，穿完了吧？穿完了，是啊、好了。嗯。还不叫我维持这个状态？就是反正这样也可以滑下去啊。滑到出口再等他上来也可以。No, it's done. 啊，手有好一点的啦。你说干干的。
被黏到吓死了。为什么？很悠闲，随时都要减速。他突然帮忙减速，我以为都快出来。好黏。因为我们最后一天滑的是雪一点，我不想要那么湿。我们之后都会很湿。你先考虑，你最想看哪里的风景？哎、啊，我先关 GoPro。我觉得差不多了。